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众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众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1页，101页，倒数第四行，看起。二者不信啊，不可称之啊，不了佛之体觉对待，立故俱非。贪婪思语不可称之，也佛之觉称为不可称量，非行非相行持，不相对待。何以言之？法若是有，必应有之啊，知有之之。法若是无，亦应有知无之之。诸法若利有，诸法利于有，故佛名诸法，则知觉相对。一智取佛，不曰知佛；一不知取佛，亦非知佛；以非知非不知取佛，亦非知佛；以非非知非非不知取佛，亦非知佛。佛知立此四句，我们继续再探讨。经上给我们说的不了佛之，谁能了佛之？了是明了，只有一种菩萨。哪一种呢？化身菩萨。大乘教里常说的破一片无明，证一分法身。一世尊教诲修到这个层次，三十八土，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土，
叫华藏世界，华严经上说的，阿弥陀佛的十八土叫极乐世界，极乐涵跨了四土，凡圣同居土，方便又余土，十宝庄严土，长吉光土，在其都称为极乐世界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只有华藏世界可以称得上是极乐世界，其他的四土有差别。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差别？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所以极乐世界四土只有乐没有苦啊。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，说真话，只有苦没有乐，方便有余土，阿罗汉居住的修行道场，四禅天以上，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，苦少，有苦有乐啊。如果生到十报土，有乐没苦，华藏跟极乐世界的十八土相同啊，没有两样啊。但是世尊的报土要破无明，你才能见到，难了。不能待业往生呢，而西方极乐世界准许待业往生。那换一句话是，六道凡夫人人有份，这就太难得了。为什么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？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完全明白了。不能往生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心。我们对极乐世界没有信心。这就难了。极乐世界真的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那么好吗？我们不敢相信。从学佛到老死，佛的五种智不能完全接受，
你说多难？为什么有人能接受？佛告诉我们，能接受的不是凡人，是什么人？多生多劫，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所种的善根，那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有没有善根？就问我们，是不是真相信？真被怀疑了？听到这部经，没有疑惑，完全接受，那我们就晓得这个人福报大了。无量劫生生世世都修复，供佛的福报，所以得到现前得到诸佛如来冥冥当中的加持，信心才生出来，不是一般人的。一般人六道轮回里头不可能啊！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念佛的人有没有往生？有，不多啊，念了一辈子佛不能往生的人很多，而且不成比例，往生的确实太少了，太稀有了，不能往生的太多。我们冷静仔细观察，出现这个现象到底为的是什么？观察佛门各个不同的宗派，各个不同的道场，这里面有临众修行，有背临修行，如不如法？这一句话问得很重，如法不如法，我们答不上来呀。为什么？这个内行人才清楚啊，我们是外行人。还没入门，外之外啊，用净土法门来说，什么人入门呢？真心真愿的人入门了啊，真心还不想往生，假的不是真的，
真想往生，对极乐世界有怀疑，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也不错，不能往生。问题在这些地方，我们总得把它搞清楚，搞明白。这一段的注解，是念老总结古来大德所说的，前面交代的很清楚，我们想想古来这些大德，他们的语言殊胜，我们只有仰慕，达不到他的境界。听了他们讲经教学，我们没如境界，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往生，这个问题要问自己，不能问别人。问自己就对了。如何叫我们真正相信，不再怀疑，真正发愿，永不退转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总得要亲眼看见，亲耳所闻，他才会相信。这个时代有没有？有。我劝导大家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海贤老和尚，我们真的见到了。虽然没见过面，他的信徒我认识的有二三十个，他们到香港来看我，告诉我亲近老和尚种种感受，我勉励大家，你们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我听你们的报告很欢喜，我能相信，我不怀疑。老和尚家境清寒，清寒到三餐饭都有问题，尤其他父亲过世，逼不得已出家了，
啊，出家了，至少吃饭没有问题，居住也没有问题了。啊，有个安稳的地方住下来，解决眼前就燃眉之急，他的师父传戒老和尚，我没见过面，听到这位法师的修持，我明了这个老和尚确确实实已经达到明心见性，不是凡人。明心见性是什么人？化身菩萨啊，刚才所说的，刚才讲的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不是普通人呐。华严经上至少是初地菩萨，他能观其海贤想出家，拜他为师，请他剃度。他看看这个年轻人，20岁，有善根，欢喜受了。真的，海贤就变成老和尚的传人。剃头完了之后，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海贤老实听话，真敢，没有怀疑，就一句佛号念下去了，念了92年，难得92年一句佛号，不换题目的，他不认识字，没有读过一部经，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有没有读书，认不认识字没关系，只要你相信不怀疑，一直念下去啊，睡觉的时候就中断了，醒过来就接上。92年，我听他这些在家弟子们告诉我，出家弟子也有来看过我，老和尚念佛念到功夫成片，我估计顶多3年，也就是23岁，他念到功夫成片。成片是念佛人第一个关口，他通过了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他心里的佛号没中断，叫成片呢。
有这个功夫，他杂念没有了，他只有念佛这么一个念头，他不起第二个念头，这叫成品。由成品再往上提升，四一心不乱，四一心不乱得定，他得的那个定功跟阿罗汉平等。阿罗汉包括四个层次，须陀洹、阿那含、四果阿罗汉，三方便有余土，不是凡圣同居土。他还没走，还继续念。我相信他的四意心不乱，大概在30岁到40岁这个时候，40我相信他念到理意心不乱。理意心不乱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一个层次，烦恼断了，智慧开了。换一句话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达了。这个时候也就是他老师叫他念佛，一直念下去，后面还有一句话，明白了不能乱说，不能说什么明白了，开悟了，开悟是诸世间法全通了。为什么不能说？社会人心不善，你说出来人家不相信，说你造谣生事，甚至于害你。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，到猎人队里躲15年，不敢让人知道，等到风平浪静才能出来。贤公处的这个时代跟六祖时代不一样啊，六祖那个时代佛法鼎盛呢，他这个时代佛法衰到基础啊。怎么敢说？所以这一句话就是对他40以后真正成就了不能说。叫他等阿弥陀佛接他往生。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接他？要照常理来讲，功夫成片，他跟佛就有感应，定中见佛，梦中见佛，都是平常事。他有没有见到？
我们在古人记载里头看到莲池大师往生的时候告诉大众，他一生三次见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告诉大家，现在极乐世界现前，阿弥陀佛来迎接我往生。所以老和尚见极乐世界，见阿弥陀佛，就好像回家去看看，很自在啊，很熟悉啊。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住这么久？不是他的意思，他每一次见阿弥陀佛都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啊，佛告诉他，你修得不错，修得很好，希望你多住几年。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。我们知道做什么好榜样，末法时期现在不是生战胜的，是相反的，叫他做主生战胜的榜样我相信阿弥陀佛跟他有约，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有人送你一本书，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，你拿到看到这本书了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。所以我们想着他天天在等，人非常慈悲，喜欢布施，他拿什么布施？从小住在农村，父母夏天工作，我相信他会跟着夏天，他对农耕很熟悉，所以出家之后开山，山上没有主人的土地，先后开了100多亩，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，收成很不错。当然是好东西，理心不乱，明心见性，他是菩萨了。菩萨种出的粮食比一般人一定好，他有佛力价值，他出了寺庙里头留下来做稻粮之外，都去布施送给贫穷人家缺少粮食的人他布施。也算没有积蓄钱财，你布施钱财给他，他不要，他没有用处。一生走的时候112岁，
啊，从20岁开始念佛，到112岁，92年，92年就一句佛号。等到最后，果然13年1月有个信徒啊，这个信徒来看过我，我说他不应该把这个书带上山，为什么？老和尚没见他出，就多住几年了。他的寿命是佛加持的，真是无量寿啊！啊，怎么会糊里糊涂把这个书带上山去？一般人，我们相信，到了看老和尚。不可能带出去，为什么？老和尚不认识字，老和尚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，他就是一句佛号告诉我们呢，你学他这个方法肯定成就啊，那么他拿到这本书就穿袍大衣，要求人给他照相，就是这张照片。第三天就走了，他把后事交代了，他走了。走得潇洒，走得自在，给我们末法时期念佛求生净土做一个好榜样。确确实实，他将欧耶大师劝人念佛的方法圆圆满满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欧耶大师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，你能不能往生完全在信在愿，真信切愿，没有不往生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，你是在哪个层次？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。功夫成片是功夫，事业心、理业心都是功夫。通常我们在《往生传》里面看到，在净土圣贤路上看到的3年往生的人很多，大概40多年前，我遇到一位出家人，年龄比我大一些，听我讲经，听完之后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往生传里面许许多多人都是念佛3年就往生，他说难道他们的寿命3年就到了？哪里这么巧呢？啊，我当时告诉他，我说念3年就往生，是自己要去的。为什么？功夫成片，他见到佛了，
见到佛，佛一定告诉他，劝他好好念下去，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，时候到了我来接引你。可是里面就有不少人遇到这个机会，他不放弃，求阿弥陀佛，我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往生，怎么去的？这才讲得通啊。那么我们就晓得海贤老和尚往生二十二三岁就有资格了，他不愿意在这个世间受罪，他就想走，佛真带他走了。啊，老和尚我们相信不是普通人，菩萨再来啊，来表演给我们看的。极乐世界是老家，他随时可以回去，丝毫障碍都没有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懂，我们走他这个路子决定正确。啊，家里面供佛，供一尊阿弥陀佛够了，再可以加一个海贤老和尚，放在佛的身旁旁边，啊，看到他，他就是我的师父，他就是我传法给我的人，传什么法？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就传这个法。做出来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听到了。说我们自己不能往生，海贤都能往生，你为什么不能往生？海贤能做到的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，只是不肯去做。肯做的人过过去成就啊，这个法表得太好了。也唯有这些合法门，在末法时期，当前我们的社会容易成功啊，其他的法门难啊，自己要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还会现现，去不了极乐世界。这一段经文里头讲到一段事情，佛之觉理觉称，佛的智慧无法能形容，无法能陈述。释迦牟尼佛在无法当中用方便法，满足我们眼前的欲望。真正要明了，完全要靠觉悟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书分量大，
就是无量寿经念一遍，初学的同学大概要两个小时，一遍念下来，一天念十遍，二十个小时，一千遍念下来，熟透了，完全能够背诵了，十遍，五六个小时就念完。一年的时间够用了啊！如果我们不念经，我们修海贤和尚念佛，佛号不间断啊！从一天一晚上开始念熟了，两万声、三万声。三万以上，三万到十万，我相信没有怀疑，没有退转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你决定得胜。这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，法若是有，必应有知有之知，法若是无，也应该有知无之知。这是按照一般人平常人的逻辑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诸法利有，佛给我们讲真话了，真话到底有没有呢？我们今天眼睛睁开了看见，耳朵听到的，身体接触到的，这个大千世界，这个宇宙万物，是有还是无？佛说真话了，真话是什么？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。有无都不存在。这是跟你讲真的。啊，为什么不能说有？因为这个有频率太快了，决定摸不到，那就是我们综合弥勒菩萨所说的，把一弹指三十二亿八千年啊，用一秒钟计算，一秒钟弹七次，一秒钟它的生灭多少次了？2240兆，这么高的频率，不但是无法计算的，无法想象啊！
你想象都想象不到啊，哪一法是真？好在这一桩事情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，他没有说出数字，他只是告诉我们频率太高，无法成熟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，说有说无都错了。你说无它有，你说有这个有是无，这话很不好懂。我们举个比喻，眼前的屏幕电视播出来的，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？100次。我们都无法琢磨啊！一秒钟这100张的画面，哪一个画面是我？哪一个画面是你的？你说这个画面是我，它已经不存在了。一秒钟换100张，张张不一样，绝对没有两个画面是一样的。只有到长极光是一样的，不在长极光没有相同。频率太高了，太快了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包含整个宇宙，这里面透了一个信息给我们，如果你善根深厚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你会开，听了这些话会开悟，恍然大悟。悟了之后怎么样？一句话不说，没有话可说，这是真的。你要问他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你要不问他，他什么都没有。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这在佛教里叫什么？叫做做法身佛。释迦牟尼、阿弥陀佛，经上给我们讲的，这是应化身佛，不是真的。他们确实证到真的，他也不住在真的，也就是空有两边都不住，得大自在啊，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帮助一切有情众生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这什么意思？帮助你成佛，成佛就得究竟乐，离究竟苦，苦乐没有了啊！真的是一切法利于有，能够常常把这句话放在心上。
其他的妄念都没有了，住在这个境界上，会得定，会开悟。啊，得定是开悟的前方便，定是什么？定是真心，真心没有动摇，是定。真心里面本来就有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，这个境界叫明心见性，叫见心成佛。四句是讲有无非有非无，这个四句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无，也不能说非有，也不能说非无。说出来都是方便的，你要把方便丢掉，你才能开悟。就我说一面听，一面把它放在心上，永远不能开悟。听到了，看到了，接触到了，不放在心上。心上放什么？心上放阿弥陀佛。学海鲜老和尚92年就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什么也没有。他给我们表演，我们懂，看懂，看明白了，接受过来了，依教奉行，如法炮制，你就是海鲜的学生，海鲜的传人。啊，他成就了，你一定也能成就。所以立四句绝不废也。啊，体理对待，体是真心，真心里头没有相对的，凡是有相对的妄心，妄心有相对，真心没有相对。为什么？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心，谁的心？自己的真心。啊，芸芸众生都是一个真心，同一个真心，不能不知道啊！同一个真心是同一体啊，不是同一家了，同一体，牙齿跟舌头是一体啊。一体的亲爱是神圣的爱啊，不是相对的。相对跟绝对还是一对，所以它不是对立的。我们今天事事时时处处都给外面境界对立，对待就对立了，所以不能明心见性，对立没有了，这人是菩萨，不是阿罗汉。因为对立没有了，分别没有了，
阿罗汉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比我们高明。也就是他能够不放在心上，但是有分别。菩萨分别没有了，住十八土，在这里头破无明真发生。所以幕后一句念佛往生，为不可称之所称，于此有疑，名不了不可称之。不仅这个地方不能有疑，疑是严重的烦恼，根本烦恼，贪嗔痴慢傲慢怀疑，这五个通有六道凡夫，阿罗汉这五个没有了，放下了，贪嗔痴慢疑放下了，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